大家好，我是董旭德，很高兴看到大家。想先问一下，今天第一次来卡米蒂看表演的，麻烦鼓掌一下，有没有第一次来看表演？我大概有前面比较多，坐前面比较多。我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不积业脱口秀。不积业是我们演员在台上，我们讲全部主要在讲一些黄色段子，讲一些新三色的段子。并不是什么驱魔现场，也不是什么心理智商，我给大家搞清楚。不积业主要是讲黄色段子 ，OK， 所以我不跟大家说抱歉，我下次会把智障弟弟关在家里关好。好，是这样的，就是我昨天表演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我表演太激动，我就喷口水，那口水也是显而易见，在等完啪啪一直喷一直喷，然后第一排观众有两个人，生命受到极大的威胁，然后两个人说。我透过口罩看到他们惊恐的表情，你知道吗？太可怕了！所以我现在跟大家澄清一下，放心，我没赌，真的我没赌，汉艾子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全部现场 ，OK。不是我喜欢穿红色，是政府强制规定我穿红色，因为他们想要让你一眼看出来，说那个人是艾滋病患。OK， 是这样，大家知道我是一个知名脱口秀演员。这不是笑点啊！真的，我大家知道我 YouTube 频道多少人订阅吗？有940个哎！现场哪个人比我多的？站出来！除了小欧不要坐下，贺龙也不要指出来。OK， 现场哪些人比我多？没有吧？你们有人有超过940吗？知名脱口秀演员，谢谢。人称脱口秀界小栗旬，就是我本人。OK， 真的，我朋友说阿德你不是，你是脱口秀界旬立明啊。阿公，你怎么都没有反应？没那么老。小栗旬，因为我很知名，所以每次我表演完都会有女粉丝想要跟我合照，不是现在，是男的。OK 所以都会跟我合照了。然后每次跟女粉丝合照的时候，我就会习惯性的把手搭在女粉丝肩上，算是一种强制性的售后服务。然后每次大家拍完照之后呢，那个女粉丝就会把那个照片 po 上 Facebook 嘛，然后就 tag 我的粉专，跟派出所。然后我女朋友就会看到那个照片，因为我女朋友都在 follow 派出所的粉专，没有 follow 我的，因为她这样比较快知道我每天在干嘛。所以我就很尴尬，我就被我女朋友痛骂一顿，所以现在我学乖了，我都拍完照再搂。OK， 是这样的，这个我今天下午接到一个银行的电话，那银行行员跟我讲说，徐先生你好，是这样的，我们追查到您的这个信用卡有一个异常的消费，我们怀疑你信用卡被盗刷了3000块，那资金我们帮你调查到是流向国外的色情网站，我当下听了很错愕。那是我亲自刷的，可我又不好意思承认，你知道吗？我不能承认，我就只能说什么啊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们也太离谱了吧？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从来都没有上过那个什么叫色情网站啊？我表演当然到这个 level， 他就只能到这个 level。然后我就强烈怀疑，就是银行行员根本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嘛，他故意打恶作剧电话。你不知道什么是色情网站啊？他还说他是演员了。去搞这个，养得很烂，真的。报销音，报销，我怕被搞，报销音。OK， 是这样。讲到色情网站，就是我们所有脱口秀演员都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我们都希望我们有一天可以举办我们个人脱口秀专场，然后上架到 Netflix。但我不一样，我比较希望可以上架到 Pornhub。真的，你不觉得很特别吗？大家说 A 片都是肉片 ，A 片，脱口秀，你会想点进去看吗？你 Netflix 红海啊，白痴傻傻的，那边几百个脱口秀影片啊，要放 Pornhub， 就你最特别，就你，人家都插进洞里，我都放在洞旁边都没有插进去，超特别的，在那边很挑逗，有没有？好像要插进去。嘴巴一直流，很失落，一直流，很特别，真的。而且你们想想看，你不觉得这样比较过瘾吗？比较屌吗？就是通常什么样的人会看 Pornhub？ 就是已经性欲很性欲难耐，已经精虫充脑的人嘛。
如果你能够让那精虫充脑的男人，就是他裤子都脱了，卫生纸都准备好了，都靠一半的时候，还能够耐着性子乖乖把一个小时脱口秀看完，这才是真功夫啊！没有人，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办到过，没有人能办到过，连伯恩都办不到。我就不相信 TSCC 3000人有一个人在那边一边看伯恩一边靠枪的。可是看我的观众就有可能，我因为我放在 Pornhub， 我的观众就有可能。你想想看那个画面，就是哇啊、哦，好爽，好爽，好爽。啊还蛮好笑的，什么是什么？我想要达到这种境界，我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让他笑到高潮，笑到高潮。脱口秀界徐立宁。OK， 讲到 A 片了，讲到 A 片，这个我发现我最近开始对 A 片有点上瘾，就最近这30年。有点上瘾，这样，因为我发现我已经上瘾到有点被制约的程度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大家都知道 A 片一开头，当那个女优都会做自我介绍嘛，她说啊 no hi no and no 呢，我的希望 no Yoko 讲的是哟，我听起来就是70路的，然后很老的，就她那个她坐着的时候的奶是压在大腿上的，啊 Yoko 讲的是哟，哎哎。No， 我的希望了啊，双语啊，我第一次经验呢 ，No 是在70年前呢，跟一个美国大兵 American Soldier 呢 ，Big Hard Dog 呢，我、哦、大概是这种感觉，自我介绍，所以导致于我看太多 A 片，导致于我现在一看到有人做自我介绍我就受不了，真的，我一看到有人做自我介绍我就受不了，那前一阵子我很痛苦，前一阵子选举嘛。啊！新闻台上都在播那个造势晚会，一排候选人轮流上来自我介绍，你知道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傅昆萁，哇，昆萁，昆萁，跨年王，硬爆了，跨年，哇，台湾的后花园，跨年王，然后叫他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阿德冷静，想想秀莲，想想秀莲，我可以了，可以。水莲，水莲装。哦，真的，看个新闻很累，你知道吗？每次看完我就会要消毒家具，很累。啊，这个、很多东西从小陪伴我们长大，像是那个秀莲啊，昆萁啊，还有《玩具总动员》，对吧？那大家是不是从小看《玩具总动员》看到大？对吧？我从小他这个系列一路陪伴我们长大。我去年看了《玩具总动员4》，看完我非常失望，因为大家还记得第3集的时候，安迪长大成人，对不对？他去念大学，所以他不得不跟他的玩具们 say goodbye， 很感人。可是我就不懂啊，为什么到了第4集，安迪都还没有开始使用成人玩具呢？这不对啊，他不是登短郎了吗？不对，这不写实啊，看得很生气啊。我很生气，我想要看到胡迪跟飞机杯互动啊！就飞机杯说：“我不是玩具，不要把我放进去，不要放我进去。”啊，胡迪就说 ：“Tenga， 你要明白，现在主人最心爱的玩具就是……是你。我的裤子里有蛇，我大概是这样。就安迪是一个很爱玩的大学生啊，这样。我想要看到这种《玩具总动员4》，你知道吗？给我重做，他妈的，皮克斯给我重做啊！讲爱玩这个，大家都有参加过朋友的婚礼嘛？啊，你在婚礼上玩过一种游戏吗？就是猜猜看这对新人可以撑多久？你没有玩过这种游戏吗？可惜，我超爱玩这个游戏，在整个婚礼里面，我最期待就是这环节。仅次于红鲟油饭，真的，我超喜欢这个游戏的。大家一定要有机会一定要玩一次。怎么玩？教大家，我、哦、教大家，就是你跟同一桌的那个人，哦，同一桌的人，每个人就掏出1000块出来，然后每个人猜个期限，谁猜的最接近，你可以把所有钱拿走。哦，就是大概就像这样。所以你说，我猜2年，我靠，太乐观了吧？3个月，哦，对，就这样子玩。然后我们把所有钱集中起来之后呢？统一叫我新人保管，没错，
然后那个如果万一那个新人离婚的话呢，他们就把那笔钱去拿给就猜的最接近的那个人。那如果万一没离婚呢？不知道，还没遇过。真的，我还没遇过，真的。现在的离婚率啊，不是我在说啊，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大家可以试试看，真的，我每次都猜三个月，因为变现比较快。我是去赚钱的、啊，傻瓜、啊。然后每次通常到了第二个月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介绍一些妹啊给那个老公，然后我就让子弹飞一会儿。OK。OK， 讲到这个结婚啊，我今年36岁，还没结婚，但我觉得挺好的。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是挺好的，因为我发现有些事情是只有我这个年纪才能做的，你知道吗？例如说，像我就可以和年龄只有我一半的人做爱，对吧？你们可以吗？我做是完全合法，你们知道吗？像这位帅哥，你几岁？18。你18岁？对。哇，小学三年级会不会太硬？小学三年级不太好哦。如果你不能跟小学三年级吧，跟他说你不能说，哎、欸，妹妹过来，妹过来，叔叔带你去抓一个很稀有的神奇宝贝，好不好？在叔叔房间里面哦，所以其他地方都抓不到哦，像土拨鼠一样，好可爱哦。来 ，Pokemon Go， 不可以吧？不可以哦。他没有回复我，我有点担心，但我怕他心里想说不可以吗？你不要 judge 我啊，不可以哦，所以。只有到我这个年纪，才能跟年纪只有我一半的人做爱，而且完全合法，那感觉超爽。像我去年在北京的时候，我就跟一个18岁的北京年轻妹妹约会。你知道北京的年轻妹妹超开放，你知道吗？第一次约会就得做爱，你知道吗？不是第一次约会就可以做爱哦，是得做爱，就好像法律有明文规定一样那种感觉，得就强制性的，好像你不做爱就抓去劳改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得做爱。对、哦、真的，然后我就是像北京妹妹很狂野，非常狂野，就是他们第一次约会，吃个饭没聊多久，我们就把我带回家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说，哎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闭嘴！啪！把我当那个跳舞机在玩，你知道吗？很可怕，很可怕。北京妹妹超开放，侵略性超强，而且我就觉得他们很疯狂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拼命扭，疯狂扭，就很侵略性很强，就我感觉他们卵子数量好像比我精虫还多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喷发出来，啪，一直喷发，很侵略性很强。然后打炮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他的卵子会通过我的尿道，然后在我的睾丸里着床，你知道吗？逆受孕啊，很恐怖，真的侵略性太强了，卵子太多，你知道吗？就10个卵子都有一个精虫，你知道吗？那卵子把我包围起来，哎呦，我的精虫，没办法，只好受孕，你知道吗？北京年轻妹妹很可怕，所以每次打完炮之后，我都会一个人坐在床上，然后害羞的拿那个被单罩住自己的身体，然后害羞的说：“你下次还会再来吗？”然后那年轻妹妹就是这样。乖，有空再来找你。啊，就走了。北京妹妹超潇洒，卵子超多。我的床单都是她卵子，满满都是她卵子。很可怕。我在想说，为什么现在年轻妹妹就是这么开放？为什么跟我这年纪都不一样？我这年纪很保守，你知道吗？这年纪是我跟这个人发生关系，我就想要跟他把关系定下来。我这年纪是这样子，因为可能精虫数量也有限，所以不能浪费。可是北京年轻妹妹超开放，为什么？我后来发现是因为他们从小都看那些韩国女团长大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现在韩国女团跳舞都一个比一个骚，对不对？现在韩国女团那个女生偶像就跳舞，动不动就 we are 有没有？我这比较像复健啊，比如你应该知道我意思，你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？我在这吃一点群力你了，我的意思就是很骚啦，很骚啦，然后就所以他
们从小看这东西长大，所以导致他们长大会变得很开放，观念变得很开放，就觉得 在路上没事就应该要这样子一下，不管到哪里就要这样子一下，这样子一下。然后就我就想说，哇，怎么会差那么多？因为我小的时候最开放的女团，他们唱怎么表演，你知道吗？多喜欢和你看同个星空，唱着同样的歌。当我真心爱上你，天地也会变温柔。当我鼓起所有的勇气，向你说声新年快乐。然后小五队友跳出来，我也好想听你诉说。然后就跳分手了。就我那个年代，你们我偶像团体是唱这种啊，多清纯啊！你们这样多清纯啊！要鼓起所有的勇气才能说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是多丢人，是多不要脸，新年快乐多不要脸，又不是说你明明是端午节，然后你在那边说宝贝你新年快乐，那就有点不要脸，就有点多，这样就有点多了，就是好像你至少给屈原一点 credit 嘛。我是东区的，非常特别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脱口秀界小李群，请跟我念一遍口诀：撕、捏、套、取、丢。